这个气压表装这里，螺丝拧好，插到这头，插到短的这头，然后装标签，机器这个都是装好的，这个有槽的这个在里面，这个。螺丝拧紧，这里卡好标签，拧紧。然后标签从这个轴下面经过这个光纤座走这里上来，然后这里啊，它这里有条轴从这个轴上面穿过来，经过这里，这里再卡住，这里卡住标签，收标签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以后我们就没有那个真空泵了啊，真空这里是直接真空发动机，里面都装好了，直接这样一装就能用了。